在什么时候你觉得最爽？从炎热的室外踏入凉爽的空调房的时候，好久没穿的衣服突然发现兜里有钱的时候，快递小哥送货上门收快递的时候，高中晚自习停电的时候，考试成绩刚好压线通过的时候，睡觉睡到自然醒伸懒腰的时候，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，化了精致的妆刚好碰到前任的时候，和女朋友逛街店里有座位的时候，喜欢的人刚好喜欢你的时候，啊，真爽。是注定的吗？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，上天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啊！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。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。